由于要去台中大雪山拍鸟，我就顺道啊一路拍上去，先到嘉义水上拍花鸟图，然后到云林园长去拍那个天线宝宝。一直期待它能够停在向日葵上面，可是一直不能如愿。拍完了，在附近呢，居然还看到火龙果园，还有火龙果。现在已经是12月底了，这简直是奇迹啊。哦，哎，这是什么？什么品种诶？龙板款。那还大粒？哎，这算细粒诶。啊？这算细粒。这算细粒诶。啊，无大粒诶。都是普通咱种迄款诶品种同款。啊，搁若无干，我都免落生果，我都来卖仔啊，就好啊，对吧？啊，搁比这比卖这较好赚，但是咱这都唔得了干净啊，咱袂使干骗啊。啊，无我若像你咧甲翕诶，甲公开诶时，我来卖仔啊，就好啊。好、哦、对吧？哦，啊，但是这就唔是这是管理的问题呢。哦，哎，啊，无你看这阵无点火的，这阵才有人有火点过火啊，咁嘛无啊，特困嘛无啊。哦。啊，头家贵姓？我姓游，阿布拉。阿布拉，游啊？嘿嘿，游泳的游。游泳的游。嘿嘿。哦，游老板厉害厉害。无啦，这嘛是阿个摸索。啊。阿个摸索嘞呀。我要两个套啊，亏你都黑了两粒，怕我可能卡。好好。唔捌看到这。伊进前嘛正，一日嘛来甲我讲，我等你前头一冬土生啊，伫办的时候，伊嘛讲叫我好，叫我好去坐无，伊搞甲水甲铺平。哇。我再去啊！你看，这个更加大了，这个更加大。哦。我那爱用吹红哦，吹红是下肥的关系，看你下啥物肥啦。啊，伫树顶红哦。哎，同款啦，伊就开始红啊，红较紧啦。哦。啊，肥伊个肥的关系啦，伊就算欠啥你用啥，欠啥你用啥。哦。要大你嘛是欠啥你用啥，啊要红你就用啥物啊物件互红。哦，啊你拢一支安尼留一粒安尼吼。人遐一丛上好是一丛一粒较好啦，咱若一丛两三粒拢未足大啦。哟，我毋捌看到遮大啦。这一粒两斤有哦。两斤迄个就超过啊。啊，这细粒的。去年我上大五斤多。五斤多。哇。哈哈哈。市场迄市人买买去送市场，市场迄粒可能超五斤，买五斤。哦。啊，出鱼了较细了，出鱼。哦。这拢人看到，拢买去送咧。这敢若台中七期的一个，甲我买几百粒，拢买一个礼盒拢得一粒呢。哦。袂拢爱大粒的。哦好好。即摆现播嘛，足侪人啊欢呼大粒的。哇！哎呀，像迄个，有当时啊，我旧年即个还佫种两粒的咧，哦、啊，今年可能较少，今年较细。所以你当只卖就好啊，免。无，我无，我只嘛是有人买，但是拢敲电话咧甲我订。哦，拢敲电话订的。其实我足无爱伫这卖啦。哦。我规期我规种我去市啊，去市场吼卖较紧。哦哦。因为我的物件较特殊啊，我去市啊嘛卖惯啊，我唔免讲较白。免啰哩啰嗦啊！我规个整整个一睇看几粒安尼去，啊做一过去安尼，剩个咱搁当来采收，咱去人钱，即抓去后抓去，人钱人袂好啊，少嘛算好啊，真条啦，太单纯啦。是是是是。啊，因为咱的个性搁猫毛，敢买，小可写出咱搁唔敢买啦。哦。啊，咱也无卖较贵，搁卖较俗，无敢买物件，咱话讲老板你是咧做生意个。我甲你翕一下好啊。有老板啊，哦，啊，这种多久啊？
今年拄啊好，演的拄啊好，开始种拄啊好三冬。三冬啊、哦？哦。真厉害。没啦，爱搁研究啦，啊，就咱来用，就去找一挂人前辈，前辈的前辈，啊，罔请教。哦。啊，十四个去啦，爱跟人交流啦。哦。啊，无我都当了合作团呢。我本来是从事这个，我本来是建筑啊，我做包厢啊。哦。啊，是拄啊好起源啦。阮爸爸拄啊好，身体无好，一百岁啊，身体无好，等来顾伊，啊了后，他拄啊好有这个机缘，拄啊来从事安尼。好。这火龙果是足侪人咧种的啦。哦，真哦。啊，但是毋捌看到这啊。是要搁翕啊？啊，咩？好，你甲包起来。是惊鸟仔食吼？无，拢两行拢有鸟仔来迄个寒流。哦。中间冻着伤着，所以我有许爱做红布纸。哦。下午，来到云林县的园长乡。这里是拍小变横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。我按照群组里面所提供的资讯呢，找到那个地方，可是水都干了，完全一只鸟都没有。我就到处绕，在寻找，大部分的田都已经干掉了，都在收成啊，或者是在耕作。我脑海里面一直回想着过去啊，很久的过去啊，在园长乡有水的田里面，一大群的小变横，哇，那个上百只，甚至两三百只，都在那个水田里面，非常的热闹。吃蚯蚓啊，那个拉的蚯蚓，那个吃，它非常的有智慧啊，不会一下把它拉断了，慢慢扯，慢慢扯，就可以把它拉出来。最后，终于找到了一只。他单独一只，而且有点远。那时间呢？因为是下午，大概三四点的时候啊，光影还不是很理想，所以只能算是有拍到，啊，没有共估就是了。然后我接着在田间绕，哎，就看到有人在要收成这个番薯，哇，这位兄弟，呵呵，他太厉害了，他把这个翻土机啊位置矫正以后，他就放手，让他自动的。在那边就是把土翻松啊，把那个上面番薯叶稍微有一点斩一斩啊，打一打啊，他不会把那个番薯打坏啊，就是这样打松了以后，然后番薯出来才开始收啊。接着我就看到另外一个田里面有这个准备
在收的这个番薯田啊，几个工人啊，机器啊，哎，还是一个很有品牌的产品啊，啊，结果就在那边看他收番薯，非常的有趣。所以今天呢，从早上，拍的花鸟图啊，没拍到几只鸟啊，哎，就是看到一个火龙果园，很特别的火龙果园。来到了园长乡啊，哎，只拍到一只小变恒，但是就看到了这个啊收番薯啊，这也是非常的有趣。虽然目标鸟种没有拍得很好，但是附带的收获倒是相当的丰富，也不错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您订阅，谢谢，下次再见。